很多人知道吃所谓的黄金鲜对肝功能很好，在台北市呢，现在还出现了一间全台首创的黄金鲜专卖店，各种口味、各种料理方式在这边都吃得到。从花莲渔场产地直送的黄金鲜，第一时间师傅就要用清水洗净，马上料理。掌握火候，用九层塔爆香的黄金鲜，鲜肉看来粒粒饱满，光在热锅里就香喷喷。厨房一旁把香鱼烤成酥脆五分熟，下锅跟咸冬瓜、黄金鲜一块煮。焖个一分半钟，这道惊险味香鱼的新吃法，一般餐厅菜单可找不到。连放在油锅里炸的鳕鱼黄金鲜丸，里头剥开都看得到一颗颗新鲜鲜肉。我觉得它蛮新鲜的，它的那个色泽蛮漂亮的。鲜，他说本身是对肝很好，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来这边，就是摄取一些比较没有负担的营养。连中医师都推荐的黄金鲜套餐，业者坚持每天新鲜直送，黄金鲜进多少卖多少。主要差异是在于用天然的山泉水去养殖，这样的话它味道和品质才会特别好，饱满度就不一样。我们黄金鲜有很饱满的腊肉，跟市面上一种干扁扁腊完全不一样，而且没有苦涩的味道。就因为健康的黄金鲜套餐，吃了身体零负担，即使藏身台北小巷内，还是有不少老饕假货倒秀，不顾肝可以吃得巧也吃得好。日新闻中汉李建成台北报道。